那这边针对这个 inductive reasoning 就 generalize 的这件事情，我再补充一下。那今天这个要讲的内容呢，其实都是从 Hack 的一本书 Writing， 它里面的一个章节专门在讲。 这个 academic writing 啊，那我已经把它放到 NTU Core 上面，所以你可以把它整个 download 下来看。我非常建议去读，好好的读这一段，因为它其实写的真的蛮清楚，蛮不错的。那对于说刚刚讲的这种 generalizing 或 inductive reasoning 合不合理，那你其实应该要去问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 ，Is the evidence sufficient？ 所以它的提供的证据呢，是不是 sufficient， 是不是足够支持它的结论 ？Is the evidence sufficient？ OK， 然后 Is the evidence representative？ 它有没有代表性？有时候你碰到问题，就是说它其实有10组实验的 data， 它只拿其中一组出来讲，然后就说这就对，就得到一个结论。但是你再回去看它实验 data， 你发现说不对啊，它的另外一组跟另外一组都跟它的结论相反。 所以他并没有拿一个有代表性的结果出来讲。那 is the evidence relevant？ 这指的是说他提出了这个论点跟他的 conclusion 有没有实质上面的相关性 ？OK 啊，那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说，那就算这个是对的，就算他的 conclusion 是对的，也被他的证据所支持，那到底有什么用？也可能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意义？ 所以在看，你要看得出他这一段在做一个 generalization 的时候，你就要去问这三个问题，然后了解他是不是真的有实质的支持他的论点。好，那这一段最后一个是来跟大家谈一个，我刚刚在给大家这个 list 的时候，我们很刻意的是用 ing 结尾。 来当每一个句的第一个字。OK， 好，所以我的每一个都是用一个动词加 ing 来开头。那这个是两层意义。第一个是，我们今天在写一个像这种一二三四，或者有时候是 bullet point。 Point one， 第一个、第二个点，你在做 slide， 特别有这种情况，请注意一个好的英文写作习惯是，这些点它要 parallel， 指的是说它的句型结构、它的词性应该是要一致，所以你假如第一个是用动词加 ing 来开头，那你应该所有的都用动词加 ing 来开头，尽量严格的去遵守。 这个规则，给一个 list 的时候要有 parallel 的情况，这个第一天上课有请大家读的，其实他当时就有讲到这一点。另外一个是，我这边都用动词加 ing， 这种句子的开头呢，它有强调动作的意思，而且我用的角度都是一个 active verb， 我们之前讲过的是 active verb 的 ing， 那。 我这个 list 就有特别强调动作，然后特别让你有感觉在做一件事情。那这种 list 会比较强一点。OK，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比如说，刚刚我说 generalize， 把它改成 generalization，G E N E R A L I Z A T I O N， 也可以啊。其实每一个都有类似的改法。 我都可以拿一个名词，但是它就没有我刚刚用 generalizing 去代表一个动作这么强，它就是一个名词，就变成一个比较平凡无奇、没有那个动作的 item。OK， 那有时候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会注意到这个层次的问题。好，关于这边有没有问题？